没想到，哎呦，耶！我们终于要来开 PTT 去 online 的卡包喽。那我们今天要开的呢，可以看到这个 Sunwen 的日月神的超梦 TT， 这是我们现在台湾的环境嘛，中文版的环境，传说交锋一下，然后以及剑盾啊，先看开的怎样，再看要多开哪一弹吧。我现在先来开游戏登录送的，梁是说这有机会开到吉拉奇是不是？听up，就是撕歪的意思吗？全部都逆王，因为我都还没开过。这一包里面有时候会有两张或三张是翻过来的，但不代表它一定是厉害的卡哦。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不是有一些店家说位置改梅花座以外，五月开始也没有提供 PR 卡了，改成购买卡包之后可以获得特点卡嘛。希望台湾的疫情可以赶快平复了过去，我们就可以出去打牌了。在那之前呢，我们还是在家里跟朋友线上打牌吧。对，为什么这游戏就是不给中文版呢？不然你至少给我日文版吧。我们先从最旧开始好了啦，剑盾最后开，先从我熟悉的开始。每一包一样都会有能量哦，三重加速能量。哦，是瓦斯丹尼。刚刚那包是送的，送的他们就会有一个锁起来，不让你跟人家交易。可惜可贺的是，因为这些我们都没有哦。焊接工东东鼠在线上版也很夯哦，因为大家知道线上版呢跟我们实体卡牌版啊稀有度其实会有一些落差，因为环境的关系。哦，你们看看，你们看看，在中文版环境，沙仙系列一张都没有开到哦，这种彩色，哦，又是一个，哦，有真有这么好开，还是我开的特别厉害呢？它会动，看起来特别开心，你们不觉得吗？线上版最开心的代性就是它会动。我最近蛮想要玩一个一粒蛋塞起来，这么容易有外闪吗？哦，呼伤还可以用。哦，这个臭臭泥 TT， 我怎么对他这么没有印象？哦，外闪每一包都有。哦，欸，真的耶，原来连 trainer 卡这种道具卡也有外闪。保底是一张外闪。哦，水的也很好看呢。哦，水剑，为什么我脸路上都要再看到你一次呢？我真的觉得超能力的好看。啊，小蓝。嗯，今天还要怎样才会有全图人物呢？附带一提，有一些我们中文卡牌啊，可能卖的很贵的卡，在线上，因为它可能退环境啊，或者是什么，就是大家不常用到的，那个价格就不会太好。还好我们还有外闪啊。哦，没有啦，是我已经抽了很多，但就觉得开心嘛。线上版也有金卡。嗯，水火神 ，PT 上在 online 连一包都换不到，有价值的卡，就是你就不能用卡换卡，你会必须要用卡包去换卡，因为它价值不菲，价格不菲啊！哼，噔噔噔，卢卡利奥 TT 这一张我也开到超多版本的，那开一下我没有开到的东西吗？嗯，呀，我。为什么是 H 啊？对啊，该换别人喽。因为我们买卡包不像你一盒里面可能会保底多少配率，线上的卡包真的是每一包都是每一包在算的，能开到什么就是看人品了。我相信我自己很欧的。不对啊，你虽然是个彩虹色的 H 啊，它橘叉是什么我才看不懂，但我看得懂它三颗能量才打110这件事哦。哎，我们这个50包要开完。欸，只剩6包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线上版还有一个东西可以直接买单卡或礼盒的扣，这也会影响到线上一些卡牌的卡价。没了啦！好啦，那下一包就决定是你咯。不是赠送的卡包开出来的话，那个卡会被锁起来，是不能拿来做交换。哇，金卡欸，不对啊！你为什么不在我开实体卡包的时候出现呢？你知道我的实体卡包没有开到鬼脚球，哇，是超梦 TT 耶，还行了吧？我们刚刚50包开了几张 HR， 三张 HR 吗？哦，全图跟全金卡才值。可是刚刚我那个金卡，你们不是说没有很值吗？马努拉，然后这个是熔炉，
好可爱哟、哦！哎，我是不是？等一下，我是不是这个版本也有啊？我是不是只有 HR 没开到啊？可爱，双傻滴滴。哇靠！我刚刚这样开了少说十包，什么好卡都没有，吓死我了。继续开喽，现在是66，很好的数字哦。哎，贵重球速已经满了。季拉奇，可是是季拉奇区啊，不是许愿的。哦，右键可以直接打开看现在的数量。哦哟，真是方便呢。虽然我们拿到了第一张全图人物，为什么不能换成女孩子呢？至少我还想要是一个萌萌的妹子啊 ！Blue Tactics， 哦，鬼龙 TT 啊，全图又比较帅吧？我们看一下刚刚的那一张，再看一下现在这一张，帅多了吧？刚刚的那张不是他，这个看一下，哦，有四张了，可以。秀出来给人家看哦 ，Let you， 这张其实我中版抽超多的，大嘴娃够了啦，你不要每一个版本都来闹一下哦。刚沙宣那张很好，嗯，可爱，这一张应该也是很多人会想收的。哦，最后一包了，来来来来，开完开完，我是噔。啊，没了，我们先把上锁的开完了。哇，黑白龙耶！阿尔卡，刚刚那是送的卡包，开到那张黑白龙，想要跟别人换还不行，然后再来。怎么办？我跟雷迪沃克完全不熟，但两包就出一张 V， 好像看起来蛮开心的嘛。好啦，那我们这边呢，剩下100包太阳月亮跟50包剑盾，那我们就先把这个100包开掉咯。我们刚先开的是锁住的卡包，抽到它反正也不能换，你也不开也不能跟人家换啦，所以不开掉吧。哦，可爱，对，这一站会有CHR， 可爱的 CHR， 这一张也是我自己在实体卡呢觉得非常可爱的，而且它其实是 Mimi Q 的全图，阿塞罗拉是附属品，还刚好哎，一张一般的 Mimi Q 跟 Mimi Q CHR。哦，不要这一只啦！我在实体卡看到它几次了呢？好几次。哦。马奥跟水莲 TT， 难怪大家说线上版的 Trainer 卡很好开。我的马奥跟水莲实体卡，哎、欸，我484一张都没有呢。算霸王花过关，因为有利家。哇，又出现一张人物 TT， 顾兹马跟哈拉。嗯，然后小霞，你们不觉得就是这样吗？需要的卡明明你可能要开个两张三张，可是偏偏你不需要的卡，你会先开个两张三张。哦，依然 TT， 哦，不对，我们的第二张 CHR 小磁怪，哦，金色的 Great Catcher， 伟大捕捉器耶！ Yeah! 我们今天这样开了两张金道具了，哎，看到旁边那个 TT 少，哎，线上版不值钱，但是现在中文版环境很值钱的 TT 少，阿根水莲，哦。This is 三神 TT， 好像有聊天室人说，哎，会开到三神 TT 吗？哇，我们刚刚不止开到超梦 TT， 我们现在开到三神 TT， 会开的人就是不一样。而且我们这一弹刚刚这样已经开了两张意图了吧，对不对？开了金道就开了意图哦，证明我的血统。线上版的，嘿，爱露雷朵，爱雷露朵，哇！中文版很想收的一张卡，哎，长尾火狐跟喷火龙，这张卡好像在中文版的环境好像没有什么看到人家在打，可是因为喷火龙可爱，哇，我们这一包里面有 CHR 又有 HR， 这一张开得很好，欧起来欧起来，再一张大钢蛇，哇，二十大王，看来是我们的欧气加持得很好，还剩几包？哎，我们刚刚这样开不到50包。
可爱，意图的水箭龟跟波加曼 TT。我们刚刚好像问了聊天室，意图四八四很难开，我们就开始连开意图。那你们要不要再说一下金卡很难开，全土人物很难开？我们专开难开的。我们不要看旁边那只洛丁鱼，我们看旁边可爱的水莲就好，好不好？看旁边的水莲。小石怪两张了。三个属性都开到了耶，御三家。哇，可爱！是皮卡丘的 CHR 哦。那这张是不是巨叉呢？是耶！我有妹子赢一半，还差什么？全图 TT 人物是不是？哦，对，我还没有开到全图 TT 人物，怎么这么难开呢？我们刚刚全图人物是哪？该来开个全图妹子了吧？哇，全图妹子！这不是来了吗？嗯，哇，这可爱的名义哦，人家是崩溃吗？嗯，完全用不一样的灵魂在跟大家玩这个游戏，有没有？人家想抽的都是好用，我们一直在那边，哇，妹子，妹子，哇，蛋姐，蛋姐，我是觉得可以给我另外一个版本的啦，虽然 HR 听起来很开心，该给我其他好用的卡了吧？比如说不是这个啊，不过这个我们波加曼的 CHR 是第一张啊，不要这个火神臭啊，阿卡版本的蔷薇火狐第三张，我会再看到一个不同版本的吗？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没有 new 了，你没有发现吗？我们现在画面上已经开始重复了，就没有 new 了。哦、oh, ，new 又是 new， 力量比较大的版本的日月神 TT， 说 new 就一个 new。三神 TT 啊，总是有一个人在画面上有点快要消失，就是这位绿绿的，他是我们第二张三神 TT 哦。黑白龙也是第二张金卡，这是第三张金卡咯，很可以吧？可以吧？哦。捞一个，捞一个，最后一包，他还是没有出去啊！灯，谢谢大家，刚刚这样开下来就有四张金卡喽，至少刚刚那张金卡也是实用的卡。有一种你打牌带一张金卡特别有信仰啊，跟我的金蝉蝉之秋一样啊。那我们今天要把五十包开完喽。这边的开始真的都是我没看过的卡，所以我也不知道线上版到底哪一张比较好哎。聊天室要先帮我们就是 preview 一下吗？刚刚的金卡数量真的是，我们刚刚开的十张 CHR， 九 RR， 四意图，三 UR， 一 SR， 二 HR， 哇，听起来很厉害哎。一百包其实算起来也蛮多的、啊，一百包这样三盒多一点吧。台版来讲，台版是30包一盒嘛，还不错，因为两张金卡、欸，你一盒都不一定有一张金卡咯。剑盾应该是台湾的下一个版本才会有，玛丽跟苍响嘛。哦，好像很多人跟我说，剑盾就是要收苍响。那十 CHR 其实跟刚聊天室预测差不多嘛，就是大概平均10包出一张 CHR 包。最后50包能不能跟前面一样 O 呢？哦，第一张就是彩色版的全图的博士。蓝师先说，哦，气球不错哦，看一下我们后面的这一张，开场就是彩色，可以抽七的博士，这张好用。虽然我还没有开始打，但我知道这张好用。刚刚是全彩，现在是内闪，我们要更多的博士。没有听到人家讨论过他。哦，这是非常可爱的莫鲁贝克 HR 版本，又一张 V 勾魂眼，煤炭龟 V， 有 V 还不够，我们要有 V 才可以进化成 V Max 哦。这个什么似曾相识啊，莫鲁贝克，你刚刚是不是出现过了？哦，刚刚是 V Max 吗？哦，我刚刚看错了，哇！哦，没有毒也是有这个，它叫什么名字啊？巨石丁。那我们这是 V， 哦，欧罗拉 Energy。彼得全土是被嫌弃了，是不是？要开玛丽全土吼，不应该开彼得哦。玛丽，希望等一下全土玛丽很快就来了，开一半喽。有 New 果然 OV， 哇，又是一张 V。
哦，这个名字我也叫不出来，你叫破破陀轮吗？各位观众呐喊对。不对，他是长人马特，他不是长相。你以后会变强的，以后不是现在，你先休息一下。哦，金色的鸡龟气球，金闪闪。不对啦，彼得，我要的是玛丽啦。藏马兰特的名字念错是不是？我一直把他名字记成藏兰马特，已经洗不掉了。我决定我就是叫他藏兰马特了，好不好？原来是藏马兰特哦，对不起哦。哦，两人之中玛丽全图很难开，我们最会开也很难开的。最后一包了啊！我是没有读取，怎么办？啊，没有 new 吗？更多的莫鲁贝克，我们三张莫鲁贝克，哎，可以开来看一下。是我的错觉吗？我怎么觉得线上版的 HR 是不是比较好开啊？我实体卡的意图跟 HR 好像没有开到这么多。稀有度来算的话，最高就是这个嘛。然后这个是把外闪跟内闪都算进来了。不对耶，没有耶。求问聊天室，这个是什么啊 ？Promo 卡是不是他送你的那些啊 ？Rare 嘛，然后这个是 Rare Holo C 卡、U 卡、R 卡以上。玉组应该要买什么玉组？哦，原来克洛兹玛里面有宝藏，所以其实大家也是为了这个玉组里面有哪一张比较特别好用的卡，所以才去买那一包。的意思就是跟我们中文版玉组一样嘛，买了可以直接玩，但强不强我们就是在商量。但里面如果有好用的卡，你还是可以就留着用。嗯，我今天这样开一开，应该也是可以玩了吧？没问题了吧？可能要换一些啦，要去跟他交换一些，然后买玉组的料吧，对不对？啊，以上这边就是六今天开出来的结果啦。我觉得这300包是不是真的很欧呢？只要聊天室一说什么难抽，我们好像就一直抽到什么，太有趣了。我好像火系牌真的抽到蛮多的耶。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PTCG Online 的开卡包。之后呢，又可能会再出就 PTCG Online 的影片，或者是开直播跟大家一起玩啦。希望大家可以再推荐六一些组牌组，有没有推荐的牌组或好玩的牌组给六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夜晚，大家晚安，拜拜。